您抱的是你爱人啊？对呀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欢迎你。天哪！你抱的你老公？哎呀，你太会享受了。哎呀！来来来，请坐。我老天爷呀！嗯。你太美了，我这怎么羡慕你了？这。先生您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您多大年龄啊？50了。50了。50。哎。您多高啊？不到1米了。这见谁呀、啊？这我爱人。你媳妇儿啊？对对对对。我的妈呀！你这本事太大了，你今儿是来气我的吧？啊？哎，你看那脚还晃的，你告诉我，我没有希望变成被人抱着那种了吧？这个怎么说呢？这是某天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吧，要承受一些磨难吧。